刚才讲到见识和这个见解上的把自己和迷惑的和，我们再把它白话又白话想一想，问世社会什么叫迷惑？把自己困住了，把自己绑住了，思想就懂了嘛。那么教务长不晓得怎么教你的，活啊活的，不过教务长也受害者，他也当年听来活啊活的，活了半天，历代都那么教的，不是他一个人，没有错，他正身正力了。碰到我这个人不守规矩的，活啊活，活了半天自己搞不成，活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活怎么去把它活掉？活着，你看中国字怎么写的？怀着，那个怀着有这个心思，你就懂了嘛。活着有这个心思，哎，我把活着拿掉，就不要这个心思就对了嘛。这不是简单明了？哎呀，这样叫调皮还是叫聪明呢？哎呀，不要说不收在本子下面加个蛋，那多痛苦啊！蛋还好，变成臭皮蛋了更糟糕了啊！所以正在此界在印度很多，有些非这样就能听到，哦，这个是犯罪，这样不可以的啊。所以台湾有一度有个教生存的教派叫鸭大教，鸡蛋不能吃，犯罪的，鸭大可以吃，所以叫鸭大教啊，这样吗？所以正在期间，你看大宗教啊，伊斯兰教、回教就不能吃牛肉的啊，我们知道啊。所以我当年也吃了吃年素啊，哎、啊，吃了吃年素。你现在问我吃荤啊吃素？吃荤，真的吃荤吗？我比你们吃素还吃素，不吃这个吃素吧？你们以为吃素不杀生？那个呼吸鼻子来去都在杀生。空气里头多少生命啊，到你鼻子就死掉了。你不杀生，真的做到不杀生，气就埋得很，当然不杀生了。正在期间，你看伊斯兰教程，我们当年吃素的时候跑到街上没有地方吃了，没有树馆子怎么办？跑回教馆子去吃素。回教馆子除了牛肉不吃以外，那个素菜蒸素菜，一进来到回教馆子有规矩的，你不要说，哎，你这里不买猪肉吗？他就杀掉你。哎，一进来素的啊，对，我们素的牛肉他是认为素的。你等于到了西藏一样吃荤，小鱼不能吃，吃小鱼大家讨厌死你，这个家伙不幸福的。因为一筷子夹来好几条命，几十条命都到你嘴里去了。大鱼他吃一条大鱼，大家对不起他，切他的命在来生度他，我们大家都有份。哎，这些都是正在取戒啊，啊，所以你到了碰到回教的朋友，我的古宗教朋友都有回教的阿訇，回教的法师叫阿訇，他们跟我来很好，非常感谢我。伊斯兰教我叫你很好啊，我帮你印出来，他们没有这个书了，到台湾我交给他们印了啊。古有古的好处嘛，众生有个方向，有些人要进跳舞厅，有些人要进赌场，有些人要上庙子，有些人要到教堂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到台北有一条街，哎，叫什么华西街啊，这边是教堂，这边是妓女馆，两个对门的，你管他呢，一个要到这边，一个到那边，随便他去嘛，啊。我讲的就是那么土那么难听，就是要你心里解脱，不要被见识和困住。回去来将我们修行静坐，你坐在那里不要给见惑容易去。所以见惑什么时候断呢？哎，见到就断，
几次见到呢，知道了，给老子不听这一套，就见到了。哎，失火就难去咯，乳胎的时候前生就带来的思想里头那个情分很牢固在里头的，这五官难办了，修道就能断。怎么叫修道就能断呢？你把两条腿盘起来，天天在磨，检查自己心里头这一点的贪嗔痴慢疑，贪命贪利，就是欲界的贪，贪字太多了。譬如抽烟喝茶，我有了这个瘾，放不掉，解脱不开，被贪字困住了。哎，等于有些同学，哎呀，老师，我名利都不要，哼，你要什么？要清高也是贪，细起来就那么细，这个心理状态了。所以贪嗔痴慢疑，哎，譬如有些人走路动作喜欢这样，喜欢那样，哎。身体上从娘胎来前生带来的种性，他就有这个习气，这个习气怎么样能够解脱的？才非常难，抓得很牢的。嗔有脾气，嗔的，你们现在有没有嗔心啊？有恨水没有？你都没有吗？大嗔心没有，小嗔心有，如是有。我很讨厌正在这里打坐这个家伙咳嗽妨碍我的清净，虽然不发脾气，心里头等于昨天有个小孩7岁在这里跟我说法，跟我听，我坐在哪里听他说法，说达摩祖师讲得真好，他又以那个讲到那个达摩祖师给土匪来打斗的，他那个发音真好，他妈的啊！你说他那个孩子讲这句话心里真有清醒没有？没有。可是我们坐在这里有一个人打坐坐得最好的时候正好定得很好，旁边一个人相逢了我们虽然没有他妈的，至少有妈的他了，这一点就是清醒。习气之难去也，好像我们自己有个见解，有一件事情对某一个人要求，告诉他你能够帮个忙，那个人说我不帮忙，我们对他很不舒服，也是嗔心。不过嗔心好办，贪难了啊，贪嗔痴，哎呀，痴就难办了啊，跟嗔贪两个一样。头脑这上海话头脑不灵清了啊，哼，像这个见解如是不清楚，这就是痴啊，怎么跟你讲也不懂，这就是痴，智慧不够，脑筋不通，就是痴。慢更厉害了，你们看过鲁迅写的一部小说没有？叫阿 Q， 写的看过没有？你看那么像我们当年在乡下出生，就是有这些人如是看到的白痴，那个白痴一点用都没有，或者有残废，你看陆生跟人家都欺负他，因为看不起他嘛，白痴半个白痴一样，然后打他一下，当然他难过，心里还是有清醒哦，但是他又打不过人家，自己摸摸他妈的不要紧，儿子打老子，自己还是老子，打不过了儿子，可是挨了揍了也还不了手，他妈的就开了，儿子打老子很安慰。你以为这个心里是我慢，人总有个我慢，你看天下人
搞了半天，所有的错误给老子他错了的，不是我。走路碰到人家，哎，他错了的，不是我，怎么搞的？实际上我碰到他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慢，我慢是随时有的。所以我说人家说哪个漂亮不漂亮，哎，世界上最漂亮的什么人家了？自己。哎，再讲什么政治了，越看自己越漂亮，并不是别人，我慢。所以我想让说我是爱吃的啊，做菜这些同学每个同东南西北菜都吃，我吃遍了天下菜。我说哪个人菜做得做好，我的妈妈的菜再好。为什么？我从小吃惯了，你管他做得好不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人菜做得再好，妈妈的菜一定再好，习气养成了啊。慢慢的，我慢之难去。我大概举一个例子，你检查自己的心理，这个就是修行。人人要我慢啊，所以你说那个人很骄傲，看不起人。所以我昨天跟你讲，每一个皇帝，依我看了历史上所有皇帝都犯一个自卑感的毛病，每个领袖都犯这个毛病，有自卑感。只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一个领袖自卑感比较少，就是唐太宗，因为他的出身不同，而且他样样高明，他就不大自卑了。所以他的政治那么好，他的行为是乱七八糟的了。你讲李世民的那个行为，男女关系什么关系都是乱七八糟，但是历史上因为他的功劳太大了，这些坏处都不提了，都提他的好处。他真的好处比一般皇帝好得多了。你看唐朝，我们讲中国文化，唐朝诗字歌赋文章政治样样好，就是他老兄好啊。你讲诗，唐朝的诗最发达，由他手里开始，他的诗做得最好。你是写字吗？啊，你看我们讲写字的书法家名家颜柳欧舒都出在唐代，唐代真正写字写得好是唐太宗啊。可惜现在他的字一个都找不到。有上面上有好者，下必敬业。所以领导一个时代要转人圣王，那个上梁不敬就下梁歪了嘛，越歪越厉害啊。这个道理，说我们这个你是更多了。你们修行打坐几十，你们年轻人一上路很快呀，经常有碰到啊。为什么不能得定？为什么不能成道呢？嘿，因为自己，哎呦，没有那么容易的了。念佛吧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要念得一生不乱，明明一生不乱啊，自己还在怀疑，这个不是吧？对不对？是这个你呀，绝不相信自己了。人很可怜，有时候连自己一点相信心都没有，不大怀疑别人，怀疑自己，怀疑一切啊。常常你看到有些事，普通的事你就懂得佛法的道理。自己吃饭吃饱了没有？自己对自己，你说吃饱了，我还不知道，好像饱了，这句话他已经在怀疑自己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啊？嘿，不要怀疑我，我问你对不对。哎，所以贪嗔痴慢疑是多生多世习气上带来的，这个惑念要修所断。见惑是思见断，见到就容易断。
所以到初禅二禅正盖，你功夫做得再好，你在功夫这个功夫就是正盖咯，刚才三个字啊，正行果，功夫是正盖了，你那个正盖来了以后啊，哎，说你不要刻意去检查，自己自然会检查，你正极了自己看得清楚，把心里这些状况拿掉了，初禅进一个初果罗汉有什么了不起，随便买个苹果吃吃也可以正果嘛，对不对？吃了一个苹果我就正果了嘛，加强自己的信心，把这佛法的见解搞清楚。所以第一个我们上座，不过为什么把生见赶快拿掉，自坐定起来，不能说几个东西吸气把你困住，除了佛法所说的这几个以外，我现在讲科学修行给你听，我们做起来为什么不能得定，为什么在科学的世界里头几个东西很难去掉，你见到也难断，收到也难断，什么时间观念，一个空间观念，你做出来哎呀，我这个位置不好，哎，还有些修道的人一定找人下东方是升起方，五行六气一定东方，哎呀，哪里不可以打坐啊？我以前在四川，在叙宁有个和尚，有道理有神通，叫风师爷，疯子，人家都说他神经病的，他在哪里打坐？他的禅堂就在厕所上面，不是现在的厕所啊，下面好多众生啊，那些厕所啊，蛆虫啊，臭得不得了，他的我们拜他是跑厕所上给他磕头的，哎，所以我们不要给空间观念，一定选一个清净地方了，一定对一个方位好的打坐了，坐在那里一定比这个稀奇。第二个时间观念，哎呀，好像已经三十分了，啊，然后两个腿高惯了，你坐了三十分，一个钟头的人，到一多一分都不可能，都给时间观念困住了。生理上吸气已经给是时空两个观念已经把你困住了，困得很厉害，这一个困就是生界了，身体的观念感觉状态，所以你坐在这里就到，哎，所以你要懂得佛法了，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小乘的经典上阿含经上面教你，我们念头有个念，修行的法门有十念法，十个大愿方法，大原则基本，那是个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债、念师、念布施、念天，然后念阿罗波罗，念出入息，念生，念休息，念死，即便你修哪一个法门都可以听到这十念法门，包括了一切，包括了禅宗密宗等等等等，知道吗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债、念施，施就是布施，布施什么布施？打起坐来念什么布施？一切放下，连身体都丢开了，就是大内布施嘛，这就懂了嘛。啊，那么我们修白骨观的人，假设上座修白骨观，就到自己这个身体，这个胖胖的身体，我的肉我的肠子什么都拿掉给你这些众生，我过来吃吧，
我死掉了给你吃吧，统统供养你们，你们吃饱了就好，我们来生再结缘，就是受白骨观的，受不净观的受法，这就是诗啊，念诗啊，念阿罗波罗念出入息也是个方法啊，念生，生是什么？哎，三世七菩提道品怎么说啊？念生什么？念生不净，那这是小乘法门啊。那么我们说收气脉，那不是念生不净了，念生是净的，都是念生法门。念休息，什么是休息啊？就是禅宗所讲放下，一切放下了大休息嘛。所以密宗有个大法门叫做修大休息禅定，你真放下了完全休息，你管它风尘也好散乱也好，给老子坐在这儿休息喽。你那个盘主坐在那休息三天三夜，我就看到你顿礼膜拜了，念休息，最后跟念死，即使就到了。所以我们向着我说啊，出世的十念法，你们为什么打坐修行不能得定啊？因为你们不叫佛法拜，两腿一摆一向坐，第一个道就来念死，我现在死掉了，算了，这妈妈父母跟我生下来这个身体我就都在这儿不管了，心念就空了，这一头几十斤肉不过是妈妈我的一个大便一样，这一头大便就摆在这儿不管了啊，哪里痛哪里痛，这个受阴色受相形式这个感觉状态我就随时来就拿开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如此去做初禅二禅禅定的正改不难，容易做到。我这些讲法你查密宗写教经典上找不到的，但是我每一句话都有根据，是不是？禅宗祖师有几句话啊，讲话不根据经典，你以为禅宗祖师乱讲？女女不离经典，有所根据的啊，不是乱讲的，乱讲就是魔说了，女不离真啊。不过我在经典所根据告诉你，别了贡献供养给你们主位，这样的透彻的经验的道理告诉你了，你就修持容易上路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对不起，我要请个假，我要讲累了，你们听累了没有？你也休息吧，坐一堂好假崩好吃饭。坐一堂吃饭了，坐一堂好吃饭啊，念饭时好好坐，十念以外加一念，念饭时念午饭。改姿势的人已经改了三天了，再不要给他们改了，这个习气都变不过来，有什么用呢？那你打坐修行还要请天人天女给你站班，如实给你改姿势啊？